我哋嗱講翻呢部光子機 2.0， 我要做埋塊面俾你哋睇，跟住我話個價錢俾你哋知，真係嚇死你哋。好，做面啦嚇，做面，做面排毒先。排毒啊，梗係跟翻呢一支排毒嘅精華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就用第三個模式同第四個模式嚟做俾大家睇。第三個模式係做抗皺嘅 EMS 嘅，佢有一至九個 level 揀嘅，九，我告诉你，我一都挫到成个癫婆咁啊！你如果做九，你真系我真系唔知道。嗰日 Selina 喺嗰度，喺我哋度试咗，试咗 level four， 佢都仲劲喎，喐都唔喐下喎。但系我块面咧系挫到咧咁样咁样，我一阵间挫俾你哋睇，嗱唔准笑啊！我讲定先，你哋讲定，有冇人笑啊嗱？如果你哋笑，我唔搞啦，唔好笑啊！应承我先，唔好笑。跟住第四个模式咧，仲有一个叫做 lifting 嘅。其實是做肩頸的，我應該其實除了條鏈，我應該除了條鏈做給你們看，除了它先、看先，我的電話呢，不如試下幫我整整它，反正這麼空，來，做了塊面先，見不見呢，其實我現在的眼圈更厲害，更好了，這邊，你看這邊，你看這邊，是不是，又紋又眼圈，我現在這邊真的，雖然還有一點眼袋在這裡，大哥，我做了一分鐘想怎樣，這支是排毒天然排毒，嗱、不会笑，真系唔好笑啊！讲到明啊，等一笑我就即刻收档，唔卖俾你哋，我走啊！我去揾个第二班客嚟买。首先，我哋一定要查足精华先啦，好明显啊，真系好明显。唉，去边度揾啊？讲真，呢啲产品又平平啊，重点系仲要买完嘢之后仲有得送。开着佢，嗱，最下边呢个就系开关啦吓。如果唔识用嘅，我开一度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唔得啊！橙色呢个咧，你可以用个橙色咧碌一碌佢先。橙色其实呢一个位置咧，佢系唔会有电嘅，但系橙色可以帮我哋咧去做一个紧致提升嘅，刺激 collagen 嘅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开始嚟噶啦。我同你哋讲 ，EMS 见唔见到？我个 EMS 电，等先吓 ，anti wrinkle EMS， 开翻先。我 level one 先吓 ，level one 先 ，level one 先。哇！嚟啦嚟啦嚟啦，开始嚟啦，见唔见到？嗱、我个嘴唔系笑吓，我个嘴净净系俾佢扯咗出嚟，我个嘴净系俾佢扯咗出嚟。但系佢扯咧，即系佢唔系点讲好咧？佢扯系扯我哋啲应该要走嘅水肿啊，即系越肿就越扯得犀利。但系大家千祈唔好笑，千祈唔好笑，见唔见到？净系喺呢个位置先至有电嘅，好兴奋啊！阿男神，我真系唔系好兴奋我嚟讲，佢呢个嘢咧，挫下，但系你会 feel 到啲水咧，系俾佢扯走埋落嚟呢个位嘅，唔系讲笑话，佢真系扯到好犀利啊！真系净系得我。先至 level one 啫，我试过几个，佢哋都可以接受到 level four， 就系得我唔得。揾阿男神嚟试下，睇下佢个肥包包面可唔可以将试下 off 咗佢再嚟过，睇下佢个肥包包面可唔可以减到啊男神啊，好犀利咧，唔可以太大力啊，嗱太大力真系唔得掂啊我自己。但系我发觉有人好掂，好啊好啊，你快啲嚟啦，快啲嚟试下。嗱，我而家去咗水肿先吓，你见唔见到我双下巴好劲嘅呢度？佢一电我就好想笑，因为有少少痕痕地嘅感觉，我好爽。你见唔见到佢个弯弯位？我咪教你嗱，你咁样样，呢个咧有个弧度咧系人体工学设计嚟嘅，咁啊贴晒噶啦，见唔见到？成个系贴晒嘅，跟住咧你直情咧电苹果机呢个位置啦，见唔见到？咁样系拉上去，我垫咗个苹果机先。苹果机其实咧，应该系转个头嗰个模式做，佢会好啲嘅。转个头嗰个模式，你块面咁大得唔得？咁好难讲喎呢个，我唔知喎，应该系试下先得。喂，不如大家想唔想睇下男神表演呢部机？因为佢块面咧咁大，睇下佢 fit 唔 fit 到落佢呢个 V 位度。我估计佢就唔得啦，我估计佢好难。佢个苹果机，佢块面净系得个。
圓咕碌成個西瓜咁樣樣，好難嘅喎。你諗下，試諗下西瓜點樣可以佢插到落去？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示範咩？呢一個去水腫嗱，下一個模式咧，撳多一下掣啫，就係嚟到個 EMS 嘅 lifting 啦，呢個重頭戲啊。lifting 咧，其實你哋唔一定要用呢個排毒嚟做。lifting 咧，你哋如果唔中意震動嘅話咧，你可以熄咗個震動佢。個震動咧就係呢一個第三個位嘅震震震電電位。咁你隨便啦嚇，隨便攞一支精華啦，緊緻嘅精華啦。咁我而家都係攞住呢一支嚟做做住先。呢、這、一個都係 EMS 電嚟嘅。嗱，呢一個電流咧就同頭先嗰個唔同，因為佢做緊緻咧，做緊緻提升嘅電咧係温柔啲。嗱，大家睇住我塊面啊，見唔見到？好温柔嘅呢一個。但剛才那個很黐線，他電到我塊面歪了，但他不是那些挫挫痛那些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，因為這個呢都是一個安全的電流來的，見不見到？這個是幫助我們塊面部的肌肉做一個運動的，其實我們塊面呢其實除了笑之外會增加我們的苦紋之外呢，其實是 不會有任何的幫助的，是個樣子會年輕一點而已，但是紋是會多了的，但是这个呢就帮助我们块面真的做运动了。眼花看不到，近点来。近点来给你看。见不到见不到我眼皮啊。如果你的眼呢想用这个 lifting 的毛呢，你可以用这个位置。垫住它去。见不到啊，见到没有，我戳到这样。好戳的了。笑死有呢，坐到咁都话唔错。嗱，你直情坐埋呢一个苹果机，定住佢上去。我唔想笑，但系我真系好笑，好搞笑。呢一个位咧，其实做苹果机最好嘅，因为个苹果机咧，我哋好少喐佢啊。但是呢，我哋电完呢一嚿苹果机之后咧，成嚿苹果机上翻去个鼻翼嗰度戳戳戳戳戳戳戳。呢个位咧就唔系好觉噶啦，因为 lifting 笑咗，系咪啊？笑咗，我都笑咗，佢又不停喺度做做做做咁样，真系好搞笑。但系你好明显啊，你睇下我而家呢个咧，呢个位置咧，可以大家俾少少力啦吓，俾少少力拉落去，哇，真系舒服到不得了。好舒服啊！呢、這个做条颈真系超舒服。嗱，见唔见啊？块面细咗几多？你睇下呢边，呢啲啲上下巴、条纹、条线，但系我呢边净冇啊！呢边成嚿苹果肌上咗嚟，见唔见啊？见唔见到？嗱，见到俾个 like 我吓，就系咁样挫咗两嘢啫。咁嚟到呢個位置其實最好叉叉佢，因為真係會走咗啲水腫。當你走咗水腫嘅時候咧，你個效果咧係會更加好嘅，更加明顯嘅，係咪啊？呢邊係咪好勁咧？呢邊係咪細咗啊？真係細咗。嗱，呢部機新機咧，我哋咧係賣129蚊嘅，新嘅呢部機129蚊。咁如果你哋當初有買到舊機想 upgrade， 咁你哋就要私底下 message 我。咁都唔緊要嘅，如果你哋係唔 upgrade 嘅話咧，咁咪入翻啲 credit 落你哋度嚇，因為冇曬啦。咁咧，如果你哋系要做呢一个 promotion， 唔系 promotion 黐线，个套装面嘅套装咧，今日都会抵面嘅套装咧，一套加埋呢一支精华159蚊，159蚊，因为呢一支咧其实天然排毒嘅 T 字位啦、黑头啦、粉刺啦嗰啲，同埋淋巴水肿啊，或者系有啲印啊、暗疮啊嗰啲咁样用排毒咗精华最好噶啦。呢一个就系159。咁如果你想眼嘅套装咧，眼套装去边？眼套装跟埋一支眼精华去边？眼睛话去咗边？好大对比，真系啲边变肿。跟眼睛话嘅话咧，就系149蚊，好冇？149蚊。呢一个 O64B， 如果你要呢一个套装咧，咁你哋就留言 O64B。如果要正机，咧就129，如果你要 upgrade 咧，咁你就写 upgrade 啦，因为你之前买咗嘅，可能有啲人买咗，但系冇晒噶啦嗰个。呢部劲好多。人哋淨係個 EMS 電係由 level 1 to level 9啊，都夠勁啦。咁但係冇辦法，因為之前我哋都唔知道佢哋係冇曬貨。
咁如果你哋係買咗嘅，其實都冇辦法啦，因為之前嗰部其實係貨牌毒，係咪？好，咁睇下先，下一個啊，熊貓眼霜出咗啦！熊貓眼霜頭先有冇人夠打？夠二百個留言。如果夠二百個話留言，或者係你哋已經有留言嗰啲咧 ，O66咧係每人三支，69元，每人三支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係我哋呢個外鼻體爽膚水啦。外鼻體其實都唔係爽膚水，這個係去斑水。但呢一支同普通嗰個唔同，你要 upgrade。嗱，等先啊。首先咧，而家 O66咧，我要睇一睇夠唔夠貨先。如果唔夠嘅話咧，可能你要等，因為咧 upgrade 嗰啲咧已經 upgrade 咗好多噶啦。基本上而家係可能得翻20部到嘅啫。因為之前我呢一部機，你哋我翻咗貨之後，舊版冇曬，其實好多人 upgrade 曬，係啦。咁如果未 upgrade， 但係想買，咁你哋就盡快訂今日。如果你哋想 upgrade 之後咧，嗱，如果之前唔 upgrade， 而家想 upgrade， 咁可能唔知有冇貨，有貨就俾你。冇貨都可以等嘅，等一下啦，等到下個 promotion 咪得咯，冇問題。等到嘅個個月都有 promotion， 但係唔同嘅就係個個月嘅產品都唔係好同，所以揀翻自己啱心水嘅就買啦。